哎，老板，拿个烟。哎，你好，要哪个？那个小熊猫。好嘞。多少钱？这个啊，150。啊，150啊。哦。这有点贵，那个给我换一盒。那个你换一换，你就旁边南京的。哎，好。旁边的刺了就，底下地儿是啥？这个多少钱？哎，这个100，这边就不是零。100呀，行行，那就这个啊，谢谢啊。100，130，150。你咋没给我钱呢？我给你什么钱？南京的钱，100。这南京我是用小熊猫换的，我给你什么钱？啊？熊猫你也没给我钱。你熊猫我也没要啊，我给你什么钱？你自己捋一捋，你算算，是不是？好像是这么回事，是不是啊？啊，走了，谢谢啊。哎，那个老板，不对呀，那啥，那个熊猫150，这南京才100，是不是？你还得150几，你还得找我钱呢，对不对？您算算，您算算。啊。啊啊啊！行行行，好好，谢谢啊，哎。